曹操先锋，张巨举人，金山朱厚雕，金宝利朱厚雕，郑振兴副董事长，金山曹天公，陈主任委员，妈祖两岸三地金元团，陈永雄团长，三支福神宫，李德如副主委，天后妈祖传奇制作人洪美珍制作人，新港破天宫何达煌董事长，基隆天险宫张高贤副主任委员，松山慈幼宫李副总干事，新庄圣母宫林主任委员，开普敦朝天宫张炳耀董事长，恭喜贺天宫请记住这条，与诸位台湾县朝标，将当时六来点不敢拿点标，来时发起李市长副市长，都给行政局张建平局长来点要报点哈，来再走一点，把那个都给当下南方的玉秀李董事长哈，可以报名支持我们的李市长来接待哈。新增妈祖哈，来进华堂内哈。先进摄影花鼓队，中立仁海宫的花鼓队，如果要来拜堂，请新丰爷公跟咱大兄，就给好先将金面妈祖。啊！边看周旋的，注意，站务注意，礼务注意，向各位咱上届委员，大家囡仔热情天成吼，把伫这个顶头来台北港来接啤酒妈祖的圣驾，啊，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哈，谢谢，谢谢。
林山赵廷江。正面招的非常正面吼，啊，这道好，啊，各位技术，啊，咱新疆，新疆，老的咱现场，啊，咱。台北市上山自由中，啊，李干事兼总干事孙亮，总干事蒋炳，接驾盛世迎宾。兄弟天上圣命前三鞠躬的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非常感谢很感谢我们李副总以及我们所有办公室这次热情来给我们班长朱云庸到三江来接驾谢谢谢谢我们上山自由中9月29日啤酒妈祖会去咱上山自由宫来添加祝福，啊，9月29号哈，欢迎大家来去参加。廖主任哈，廖主任，咱先来鞠躬。咱十月初一吼，咱台湾妈祖的机会来接啤酒妈祖往南部台南村吼。谢谢谢谢。